把它弄脏。我们要把这四只小猪弄脏。是哦，越脏越好吗？就是弄脏它。那游戏很简单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有三张牌，轮到你的时候呢，你就打一张牌，出一张牌。OK 吗 ？OK。这是捐赠我们的牌。对手上的牌。好，那四只小猪，我来示范一次。我们边玩边学哦。好。首先我看不懂哎。我这边可以盖一个房子，然后就抽一张牌，然后下一个。盖房子要干嘛？因为如果猪弄脏，我只要一下雨猪就干净。哦，好恐怖哦！我盖房子的话，它就可以躲在房子里面脏脏的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这个要先盖了房子才能把门关起来。OK。因为有人会冲进去把它洗干净。OK 好。OK， 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弄脏。这个打出来就弄脏了，脏小猪。OK。再抽一张、哦，那我也可以打在别人那边。你的猪吗？不是，就我的功能牌。什么功能牌呢？比如说 下雨之类的。下雨就打出来，然后就全部人都下雨。是全部人都下雨，包含你自己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脏，全部都下雨。可以晚点打。脏了，干净了。你可以晚点打吗？哎，我要先打一张。像这个就是可以冲进去把它洗干净。哦，所以可以，像这个就可以丢掉就对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所以就是弃牌就不是 OK。那我要盖一个房子，应该不会有拆房子的吧？有，还真的有。哎，我先打花圈，洗干净。好，我先让它猪脏一点。又脏了，又脏了，脏你这个脏鬼了。那我要干嘛嘞？在下雨。那我也猪脏脏。你要脏那个有房子的、啊，才不会被下雨弄掉。你试试看，你可以先试试看那个、啊。没关系啊。好吧，那就下雨了。哇，还好。再脏，又脏了。再脏，超脏。那个有打雷的是什么啊？打雷就是可以把你的房子烧掉。啊，真的可以烧房子哦？真的啊。不能烧别人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打出来就烧我自己的。不能烧别人的。不会全部都烧。不会。耶、yeah, ，那烧你的房子被烧了，那我要冲进去把你的猪洗干净。好烦哦，好烦的游戏哦。是不是神更？那玩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吗？没有啊，就玩到有人四肢都变成小猪。真的，好，我继续脏。有可能。我就直接把它脏完就好了。玩到又脏了，我就直接把它脏完。那我要盖房子。又盖房子。那我要盖房子，盖房子来。好，我要盖房子。那我把它的猪洗干净。这只洗干净了。嗯。那我要继续盖房子。盖房子。盖房子，那我也盖房子。那我要开始变张小猪。冲进去把你洗干净。啊，这个避雷针是什么？就是有避雷针，刚刚打雷，房子就不会被烧了。耶、oh yeah, ，好棒啊、哦！所以刚刚装在你的房子上。这什么东西？是装在房子上的。这是比看谁，这才是真的比看谁牌抽的好吧？好奇怪。真带。然后换我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冲进去把它洗干净。我继续脏，这怎么可能全部都脏啊？继续脏，真的有。我天哪！你看，你再把门关起来，然后你再弄脏小猪，那只就无敌猪了，就没有人。还可以把门关起来哦。对啊。没有这种牌啊。像是一开始的这种牌。我刚刚丢掉一张了、哦，又抽到一张。那我先把猪弄脏，可以弄家里的吗？对啊，然后就把你洗干净。好，我也把猪弄脏。好，没错。这样子啊。嗯。好，那就再盖房子。那我要把你的房子炸掉。那我要盖一个避雷针。大家都怕了哦。那我要。下雨，下雨，它那只干净了。啊，张小猪，张小猪，
啊，把它封起来。好、哦，无敌猪了。无敌猪了耶！那我只好杀光一个人。这样子、哦，那换我、啊，想干嘛？换我、啊，你想干嘛？那就张小猪了、啊。他要赢了，他要赢了，他要赢了，冲进去，冲进去洗他。哦，做得好，那我要变无敌猪。你看他，这根本是个嘴炮游戏，都叫别人去做，然后在那边。我的猪的三只是干净的，当然是要弄他。我决定了，张小猪，不行不行，要追张小猪，先走，要追速度，要追速度。我看哦，我打个避雷针。避雷针啊，那张小猪四只。你看他太偷了你、啊，因为我身上都是这个啊。太偷了你，是不是个神 game 呢？那神 game， 这什么白云 game？ 这真的是白云 game 啊？你怀疑吗？你连四张抽到就无敌房子，我只是抽到四张中中张出，是他怎样？你要不能扣牌，要赶快打、啊，对吗？我没有扣牌啊。你不觉得这个游戏有给你一些启示吗？你怎么把我猪弄掉了？我跟你怎么把猪都弄掉了？我跟逸轩玩的时候都有一个启示。我觉得要先把自己的房子盖好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常常会想要把它弄脏，但是耶稣他的宝血就会洗干净。这一段我剪掉。然后我们就会说，奉耶稣的名洁净你，然后就被洁净了。不会啊，我都想要盖房子。耶稣保护我的徽章，就可以自己再加一张。耶稣保护你的徽章，这样讲。要再来唱，再来唱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是一个弄别人还是弄自己的游戏？你要快速弄别人还是弄自己？你要做太慢？盖出无敌猪，对，我都没有无敌猪，然后叫别人去弄。这个游戏就叫做张小猪，